我不是他们的老师，从半个小时前开始，我是他们的教练。教练，我会带他们打赢争夺冠军杯的总决赛。至于我是用什么方法，因为你们不会懂。全部的人给我！你看，我踏上英雄之旅的第一步都被你破坏。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英雄之旅，我只觉得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老师。教练，你活在自己的世界。我的世界就在这里。他们是一周只有两场体育课的学生，又不是棒球队队员。看得出来，在没有任何暖身的情况下，你就给他们这么重的训练？才3000而已。万一发生意外，谁负责？他们自己。万一家长投诉体罚，这些你有想过吗？没有这个必要吧。好，告诉我，考满级分跟跑三千有什么关系呀？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就只是建立教练的权威而已。所以，你距离理解我还有一大段路。哦对，球赛的票我会买明天晚上的，记得把时间空出来。